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到好像昨天那一家的，但是呢，今天这一家呢是天恩。哎呦，不懂你们看不看到，那太阳太美了。只是隔壁的，也是同一排，但是是在隔壁的各几间，走上一点，或者是走下一点。这边呢，很加东呢，格崩巴路很多素食，太好了。看他们有这一些老麦盖啊，什么包啊，全部都是摘的，好吧，很感恩哦。那这边有杂菜饭，这修包全部都是摘的，全部都是素的。杂菜饭。因为现在是中午时间，所以呢，很多人打包了，所以菜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嗯，老板娘，你还有什么？咖喱。有咖喱啊，虾面啊，擂茶啊。咖喱、虾面、擂茶。啊，白骨汤那些咯。白骨汤。还有。碗汤面。还有那个。总之，擂茶哈、哦，总之市面上有的呢。总之市面上有的呢，你都可以来 这一档呢找到所有的素的，什么咖喱面啊、碗汤面啊、板面啊，等等等等的，全部你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，你们所要吃的，但是又不是肉的，是素的，所以太好了，感恩哦。老板娘还 offer 我、啊、吃那个水云吞，水云吞呢是他们自己 DIY 的。外面走找不到的，自己 DIY 的，我要试一试。好，老板娘，我要试一试，谢谢你，感恩。哇，这边这个老板娘好勤劳哦，她呢基本上呢每一天都开，而且呢很少休息，然后呢她是早上六点半就有的吃了，所以六点半到四点才关门。哎呦，她功德无量啊，她实在太勤劳了，感恩哦。这样子还好，昨天那个呢没有冷气的，这个呢有。不大算是冷气了，冷风了，还好。真的是包罗万有嘞，外面有的东西全部这里都有。这个是咖喱拉萨哦，然后它还有拉西冷麦嘞，老板娘太好了，感恩哦。你知道老板娘还要煮一个水碗汤，那一个呢是她自己做的，外面没有的，你们一定要过来吃。等一下我拍给你们看。真的很好吃，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，它咖喱很香啊。嗯，哇，很好吃，看不出这样小的档，真的那些东西真的很好吃。嗯，这个水饺摊，你们一定要来试。哟，这老板很好啊，做到这样美。很香嘞！他竟然不要收我的钱，哟，功德无量！哇，这汤很好喝嘞！哇，很美啊！你看你们都可以吃到这样的水饺的，不一定要吃肉的。真的要来吃，真的很好吃啊！他的家里那些真的很好吃哦。我很感恩你们，其实我没有这样早吃东西的，但是因为呢，我乐意跟你们分享，因为你们我有口福，所以呢，很感恩你们。谢谢你们的观看。记得散播爱 ，spread love, spread positivity. I love you all, and let's live forever and ever.